啊，说说话这个，是不是这意思差不多是吧？可能有点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您来一个。母鸡母鸡比赛哟，母鸡母鸡比赛哟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这个不错。来来，刚才我们是这个扯开去了哈，就聊一聊这个，只有那么多的韩国的朋友，所以刚刚聊一下哈。这样吧，我们请这几位这个咱们远道而来的留学生朋友，用你们的汉语、中文来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这个开心茶馆的片头词，好不好？以后哎，你可以录下来，然后放到你们节目当中去。一看外国的朋友们，对，都听相声。那我读吗？啊，可以，你来第一句。要加上那个情感哦，情感哦，里面茶座给我来您，这四位给这秀水，这那个店儿，这听歌完了。来下一位，下一个也很难说，试试吧。好的，薄凉层瓜子烟卷类面包点心，看爆嘞看爆嘞，当天的西单要好。二婶我在这呢，嘿，楼上里面那孩子撒尿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好。我说半天了，你到底是干嘛的呀？哦，好，说的很标准，有点那个北京腔的，哎，有点北京腔的意思，跟石先生有点像，哎，很棒，哦，是吗？跟石先生有点像，长得像石先生。下一位，新年故事，新年故事是有掌柜兼跑堂的。啊，这个，知道跑堂的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 waiter， waiter， 就 waiter， 就是岁岁。对，就是好像你应该如果用韩国韩文说的话，就是那个阿盖西，是吗？我是印尼的。哦，你是印尼的。全拿谁的吧？啊，谁呀，啊？谁呀，啊？谁呀，啊？说谁是说谁呢？这是裸冰和大盘呀，啊。大螃蟹，大螃蟹，大螃蟹，我倒霉，我就倒霉，你们两个人身上了，我倒霉，我倒霉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怎么那么倒霉？我就倒霉。我问一下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因为他们啊，因为他们才倒霉。啊，就因为他们才倒霉。哎，对了，我倒霉就倒霉你们俩。别老说这句，说这句，他们俩可以。别挨骂了。说你的，说你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这两位来一看，他们嘴皮都够溜的吧，是吧？够溜。哎，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科班出身啊？学的是什么专业？都不是，跟您没法比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们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企业管理的。企业管理啊？对对对。哎呦，那你这个专业厉害啊！跟我一般，现在出来以后就 CEO。对，我也是企业管理的。